我好习惯驼背唱歌的时候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那样好，不驼背就唱不好。为什么？原来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困惑。我每次都驼背，而且我头还喜欢伸出来唱。我也会这样，就是我们唱歌会，不知道我可能是要找这里用力吧。都会啊，我都会啊，我都已经放弃治疗了。那你没有？会，这样会的，用力就会这样啊。啊，不这样怎么用力呢？因为你抬头挺胸唱的话，你气就上不来嘛。抬头挺胸，老感觉用的气太浅了，唱不好，就会情不自禁的这样一下，然后就会都弯腰啊，都弯腰唱呀。对，大家喝完粥，不合适吧？先给大家鞠个90度。